的好抱歉。嗯？我真的好抱歉。我真的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真的好可爱。插画家吉木鳄鱼日前分享一段两岁女儿的有趣影片，只见她的女儿频频道歉，相当惹人心疼。但没想到女儿下一秒竟接着说：“我真的好可爱。”直接让爸爸当场傻眼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我真的好可爱。穿是不是？为什么会？这个到底是怎样？这给我乱穿是不是？啊！为什么会？这要穿什么？这个是要穿什么？妈妈在切球。